请问先请。那边。好，再来，就问食紧沙饭啦，有冇人问你几时食同江嘉文食啊？其实呢，我就是最近也会就是约一些朋友出去就是吃饭，但是你说就是跟朋友呢能不能一起吃饭呢，就是看工作的 schedule， 就是看大家能不能就是有时间一起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是随缘的，没有就是特别说就是要特别要约每一个朋友这样子，有时间就可以一起吃哦。